哎、欸，兄弟，哎、欸，怎么、啊？我上礼拜不是有跟你说我有投资一个项目，哎、欸，啊，最近就是有点不理想，不理想，对啊，所以看能不能跟你周转一百，要周转一百，我问看我老婆了，好不好？好好，对啊，拜托，啊，我问看 ，OK OK。喂，老婆，好。兄弟，不好意思，我这边可能不太方便，因为老婆最近要买房。没关系啊，要不然我另外想办法就好了。好，谢谢，没关系。哎呦我的妈！参观杨丞琳房间。这个格局不错哦，床就直接放正中间。家属，家属。哎、欸，对，就是这样，这格局就是要这样。我跟你讲，董事长，董事长就是要这样。董事长，这是你要我准备的吗？全部再来出球线，然后这也太油了吧，这啥？哎、欸，这样不是啊，很有隐私哎、欸。我家房间房间床也放成这样。对啊，一进门。一进门，而且这边有一个缝，你有看到吗？你可以偷看，对，你可以偷看。对，这地形对我完全是不利的。然后就这样子，对啊，然后这样子啊，就带女人回来就奇怪，你会不会觉得第三集？完全进去了，我想要打完全不没有，我只有疑惑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啊！我唱歌哎！激动激动！好悲惨，真的好棒哦！祝你生日快乐！我推哪一个？没什么推啊！对，是推掉了，你很棒。他这个就抽掉了。一、二、三。吵什么吵啊！来一次。好啊，美。好，你做实验吗？真的吗？好，好个。啊，这个早饭。带回去。啊，这个要怎么停掉？没有，他不能停，他等他没电。他是一次性。哦，真的、哦。他是一次性。